大家不明白，大陆并不是大家存在的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很落后那个印象。这一段在大陆社交媒体引起热议的视频，来自台湾地区电视政论节目《叶问打拳》。这期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去年11月18号，当时正值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节目组因此专门以大陆互联网的发展现状录参加两岸文化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对大陆近年来的变迁发展深有体会。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独家专访时，他提醒岛内民众应该反省，不要再做井底之蛙。因为大陆这几年的变化的快速啊，我觉得对于没有很经常去大陆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可能不明白，就是说这种科技革命、高科技、互联网科技带来到中国大陆的那种每一个深入民间人心的食衣住行的每一个剧烈性的改变。那希望台湾不要对大陆存在一种刻板印象或者是错误认知。而根据自己频繁来往两岸的经验，李永平认为两岸年轻人的实际差别很小，造成误会的主要原因是沟通管道不畅通。一旦讯息通畅了呢，两岸的年轻人绝对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所以我还是认为两岸不管怎么发展，特别上政治的问题呢，千万不要让民间的这个互动跟交流阻隔了。不但不能够阻隔呢，其实还要强化。如果这个打破的话呢，我真的认为现在大家口口声声很忧虑的很多两岸的问题，可能它就自然化解。而对于民进党长期以来对大陆的不实报道所造成的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错误认知，李永平也表示担心。因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呢，它提供的很多资讯其实是不要讲只是错误的，它有些是恶意扭曲的。那所以台湾的年轻人如果长期都只接受这种片面的讯息、错误的思想的话，那他们当然心胸就会越来越狭隘。那这种整天自己吓自己，好像把对岸想成一个假想敌，那他们当然越来越就不会把大陆视为机会，反而会把它视为一个威胁。叶问打拳由台湾中天新闻电视台出品，主要针对时事和当天的突发新闻议题进行评论。节目主持人黄志贤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当时筹划做这样一档节目，就是希望有人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广大观众。我在节目里面举了个例子，李登辉曾经说，哎呀，大陆不用怕了，大陆没有这个，大陆是不会有前途的啦。很多人相信，很多绿营的支持者相信，结果20年过去，是谁蒸蒸日上，是谁渐渐衰落。对于大陆网友问询，黄志贤在节目中向嘉宾提问，你看到我们跟大陆的对比，你不会害怕吗？其中的害怕指的是什么？黄志贤向深圳卫视记者解释道，害怕不仅仅局限在对大陆的认识，更多的是对台湾民众被政客利用的担心。台湾的人他对于真相、对于事实、对于这个世界到底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好像不太了解，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我对这种状况很害怕。那你不知道真相，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就很容易被政客牵着鼻子走，然后跟着政客摇旗呐喊。我很害怕的是，当10年、20年、30年整整一代台湾人过去之后，你发现原来当时那些政客告诉你都是错的，都是假的，怎么办呢？有评论认为，叶问打拳在大陆的意外走红，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年前的茶叶蛋事件。2011年，台湾某电视台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称，大陆百姓收入非常低，根本消费不起茶叶蛋。2014年，茶叶蛋这期节目流传到大陆互联网上，随即引起大陆网民的炮轰。类似节目在台湾的播出，也正式说明了台湾媒体在岛内的生存现状。在台湾可以说绿色的媒体都是占优势的，越是这样子的话，老百姓观众的心智就会被锁定在很小的地方上，对于大陆的这些年来的进展真实的状况没有办法理解。在媒体界既然主流是绿的，我就发出我独特的声音吧，因为这真的是事实啊。
黄志贤也坦言，在做节目的过程中确实遇到过一些阻力，但只要能给台湾民众传递真实的声音，他都愿意坚持。他也相信这样的坚持终会收获台湾民众的尊重。绿色的网军他就认为说，我们在唱衰台湾，在吹捧大陆，骂我是台奸，那你站出来讲真话当然是非常寂寞。但是坦白讲，我们的时段是晚上11点，是年轻人比较多的时段，所以照理讲我们收视率应该不好，可是我们收视率还蛮好的。你会发现其实观众还是渐渐可以接受真相的，那样子的寂寞只要坚持够久，还是可以赢得大家的尊敬跟信任。台湾人对于大陆的认识跟看法呢，分为两大派别。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呢，大陆现在进步神速，薪资跟物价都比台湾高出许多，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到大陆去求学，甚至是找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以管窥天，他们认为呢，对大陆印象还停留在过去几十年，认为呢，大陆现在生活水平不高，甚至比台湾还要穷困。为什么在岛内呢，会有对大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主要就是因为呢，现在台湾有一部分年轻人是比较平常有机会跟大陆人接触到，所以他们可以透过第一手观察来了解大陆的现况。像是在校园里面呢，很多大学生平常就有机会啊，在社团或是课业上跟陆生交流，来了解大陆最新的资讯。2月8号，国台办证实，大陆正考虑出台政策，为台湾人在陆就业、教育等方面获得更多便利。对此，有媒体分析认为，这有助于吸引更多从未亲身感受过大陆的台湾同胞来到这里，了解祖国的真实模样。事实上，台湾部分媒体炒作大陆民众吃不起茶叶蛋等话题呢，一直以来都是大陆互联网上的一个笑话。但是呢，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识还有如此巨大的偏差呢？就在两岸交流到今天如此热络的情况下啊，去年的台湾民意与安全调查的数据显示呢，有 54.3% 的台湾民众一次大陆都没有来过。但是呢，台湾的电视上呢，就往往是充斥着这种所谓像茶叶蛋这样的负面，对大陆进行负面报道的内容，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听听看，可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们的脑子就这样被洗掉了。因为在民进党前一次执政2000年到2008年之间哈，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整顿媒体的过程当中，把央视的第四套节目从台湾的有线电视节目当中给拔除了，让台湾民众没有办法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开电视，了解一下这个大陆今天的发展跟现况。当时民进党的一个思维逻辑认为说，他说这样是受到了大陆的毒化教育，实际上媒体只是一扇橱窗。让你多一扇窗去看看人家窗内有一些什么东西。对，我是觉得现在目前台湾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不管谁当领导者，掌控了行政部门到什么样程度，没有人能够管制得到影响台湾老百姓思维跟整个社会和谐的媒体。因为到现在为止，在台湾社会当中兴风作浪造成不和谐的不是政党，是媒体。而且呢，我们也发现这个涉及到大陆的一些不实报道呢，往往是来自于岛内的绿营媒体。这些绿营媒体在岛内他们的生存现状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这个言论能够产生实际效果吗？我觉得这些部分来讲起来哈，就是谣言止于智者是大家都知道的。稍稍有点知识的人，特别是都会型的人士来讲，对这个部分来讲起来他们比较不容易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可是对于乡下的民众来讲起来，仍然在台湾的人口数是多数。我们讲个选举过程当中哈，最简单的事情来讲起来，民进党怎么去推动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中国啊，支持民进党就是爱台湾，说他是生长台湾的老百姓，土生土长的，说那我就支持民进党，为什么？因为我爱台湾，所以他就投给民进党。至于民进党投给他的时候能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所以他就民进党在夺权甚至于在宣传他的过程当中，他把繁杂的事情简单化，而且二分化，就很简单，支持我的就是好人，只要不支持我的，他都能归类于坏人。我今天执政了，我做不到的事情都是因为前面的人做坏了，所以说你不要怪我，就骂他。现在台湾出现一个多可笑的现象，国民党已经下野将近快一年了，你现在到台湾去，如果你有机会去旅游，打开电视机，每天晚上的call in节目，现在骂的主题还是谁？还是国民党。国民党已经不执政了，他还在骂国民党，骂的是什么呢？都是他们做坏了，害我们今天没办法做好。去年年底有台媒曾公布岛内2017年经济关键字为转字。
有分析认为，转字的背后反映了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当局的失望之余，更多是期待两岸关系能由冷转热，两岸经贸往来由淡转热，两岸合作由少转多。为了安抚民心，蔡英文近段时间以来也频频在公开场合提及对两岸关系抱持最大善意，并声称将推出所谓两岸新政。在避谈九二共识的情况下，蔡当局这些漂亮话真能有用吗？经济低迷会否引起台湾民众的进一步反弹呢？我们有请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倪永杰为我们点拨关键。早在1995年，我就来到台湾交流，登上了阿里山，游览了日月潭，漫步在台北的忠孝东路，我深深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人文关怀所折服。90年代的台湾还处在发展的高峰期，它建成了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创立了著名的新竹科学工业园。但是台湾台独的这个思潮，这个摧毁了美丽的台湾。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个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岸的经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大陆的 GDP 已是台湾的20倍，每年就新增一个台湾的经济总量，而台湾的薪水还停留在90年代的水准。这个民进党只是一个只会选举不会治理的一个党，那么他的上台会这个加速台湾的边缘化，使台湾进一步沉沦。我相信通过两岸关系的继续发展，这个会加快这个国家统一的进程，台湾可能会兴起新一轮的西进潮、大陆热。那么我经常在台湾发表评论呢，抨击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引起绿营的高度不满，给我贴上了所谓的鹰派的标签。其实啊，在大陆没有所谓的鹰派跟鸽派之分，在大陆这个只有国家统一派，